第二天起床。Oh my god！ 大妈。这个神仙啊，这个神仙呀、啊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。还好没有这样子，还好没有这样子。哇！这是什么插的呀？啊，掉坑了，掉坑了，翻沟里面去了。今天心情瞬间不好了，怎么才能拯救我这个挑饭？